2020年超级月亮将于4月8号凌晨现身天宇，凌晨2点08分至天亮前为最佳观测时间。据了解，月亮围绕地球公转的轨道是椭圆形，在运转过程中，其距离地球时远时近，最近时约为35万千米，最远时约为40万千米，两者相差约5万千米。超级月亮是一种正常的天文现象，它是指月亮在满月的时候刚好在近地点附近，因为比平时更靠近地球，按近大远小的视觉效果看上去比平时更大。超级月亮是因为月球运行到距离地球今年是一个最近点，同时呢它又是一个满月的状态，所以它会比平时更亮更大一点，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级月亮。10点35分，此时月球、地球和太阳排成一条直线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旺，也就是满月的时候。南京天文爱好者协会秘书长许军告诉记者，4月8号零点后，月球被照亮比例将达到 99.5%。 凌晨2点08分，当月球运行到距离地球的全年最近点时，两者相距约 35.7 万公里。这一次超级月亮最佳观测时间，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这一段时间其实都可以，今天晚上也比较不错，特别是到凌晨的话，那时候可能会更亮一点。对于天文爱好者来说，当天气晴好时，在四周无遮挡的地方便可以欣赏月亮之美。据悉，2020年的四次超级月亮分别出现在2月9日、3月10日、4月8日和5月7日。